我在吃叶子，你看，它在爬嘞，你看。哈哈哈哈哈。吃安眠药。哎呦，它的屁股怎么那么长？哈哈哈。屁股怎么那么长？对呀，怎么那么长？有很丑吗？嗯。古雅欣阿姨还有瑞阳叔叔还有妈咪跟扎克一起来看，在动物园看 koala 对不对？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你不知道，你没有问他，你就说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看不出来呢。搞不好哦。他的名字叫。平常看到都在睡觉，哎，真的很难得看到会动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对啊 ，so cute。